这是什么吃的？这叫做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它就是面包夹猪排，然后里面有生菜，生菜再加洋葱，然后再配一点酱，然后它的猪排呢是用香茅煎的，然后它的面包大概就是，如果你有吃过 Subway 的话，就是巴马甘洛那个面包，不是白面包，是巴马甘洛。可是它面包有点硬，所以就是应该是法国面包的口感。哦，好吃！还没吃饭，赶快去吃。哦，我要吃东西 gank 你们了。反正他还要排，我原本想说他如果不排的话，我就吃东西，我就关麦吃东西。我要吃东西哦，冷静哦。这什么啊？呜、哦！这家看起来很燥啊。我妹今天跟我妈还有我爸去吃好料的，我就说我要工作，没办法吃。还不是，还不是要开台。哎，原本想说下午要去吃的，结果想到精英还没打。哦，这个我不知道这家是什么可是看起来很燥。这个它是哦，它是类似那个法国面包夹猪排吧，好像很厉害。好，我关麦。形容一下晚餐的口感。我跟你讲，我那天我还跟我朋友讨论，他说你这么爱吃，你就可以实况吃东西啊。我说实况吃东西干嘛？他说没有，你要去实况网友介绍的好吃的东西，然后你买回来家里，然后实况，然后弄到最后很多人看的话，就会有厂商煮东西到你家，请你吃。然后实况给大家，我说干你老师，最好是我一直吃东西就饱了。对啊，国外有实况吃东西啦。哦，而且它的猪排有加香茅下去煎，哦。它的猪排有香茅、哦，就是那个香草，就是那个叶子，就哦，哈哈哈，好爽哦！而且这个是那个茶味超重的奶茶，我忘记叫什么，就跟那个印度拉茶很像，可是它茶。哦，它已经变成有苦味了。为什么这奶茶会是苦的？好苦哦！哦，应该是咖啡奶茶，应该是。而且我吃完了一个，后面还有第二个。哦，好爽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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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嗯 ，Thank you for donation。我看你要讲不？队长再吃下去，观众都跑光啦，已经掉一千了，又没差，我爽。不是啊，我放在这边它就凉了，凉了就不好吃了，不好吃就会让我心情很差。可是现在我吃观众掉一千，我心情会很好，因为我吃到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没有工伤，我妈买的，对吧？妈妈的爱心，你敢嘴？你敢嘴？
为什么戴不得跳啊？戴不得跳啊？没有，他只是关聊天室而已。好假！哦，咬到嘴巴，干，好痛啊！还打嗝，吃太饱。就跟你的人生一样，我现在嘴巴就是洋葱的辛辣，外加猪排的味道，再喝这个奶茶，哦，好苦，好苦，丝袜奶茶比鸳鸯奶茶还苦，那可能就是鸳鸯吧，不，那可能就是丝袜吧，这个苦到有点靠背啊。太困了，我们打完这场就睡觉了。哦，哦，就喝假哎。